我们中华佛学研究所的所训是立足中华，放眼世界。我们愿意为整个台湾及世界提供培养汉传佛教人才的平台。没有一个人可以做成全部的事情，一定要一群人才能够成就一个事业。希望汉传佛教能够在世界复兴，也就是让国际的佛教界了解，在汉传佛法的宝库之中，有永远采不完的宝矿。佛教不只是纸面上的哲学，它其实是一种生活，如何对这个时代关心的议题展现出来佛教的智慧和思维，与大家一起努力共创汉传佛教的未来。